怎么了吗？喂，你怎么？我想起有东西忘买了，正好路过而已。哎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自己会走，别拽了。没想到路还不太好走，居然会遇到拦路的家伙。那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有旅行者在，我们连绕路的方案都不需要考虑。你们看我干什么？不会指望我也加入战斗吧？只是觉得好像还没看过芙妮娜女士出手，感觉挺好奇的。你忘了吗？水神大人放弃了所有的神力，转化成枫丹庭使用的绿长混能，这是芙妮娜女士亲口说的。对，对啊。现在的话，因为我已经不是水神，神力自然也随之消散了。哎，虽然很不甘心，但是眼下的情况，哎呀，我只能乖乖地充当被保护者的角色了。明明不是值得夸耀的事，却说得这么自豪，好不爽。喂，你别拆舞台呀，好不容易才能应付过去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得意忘形了，请你帮帮忙。可惜了，还以为能一饱眼福呢。不好意思，需要麻烦你们了。放心吧，几下就能解决。最后还要特别鸣谢本次表演的场地安排与演出顾问芙妮娜女士。喂，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。你看，果然是芙妮娜吧。她回来了。